首先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青海民族大学，有昆仑浇花之称的铁亚平，掌声有请昆仑浇花铁亚平。第二个上场的蓝方选手有幻影天使之美誉，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王月林，掌声有请王月林。担任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是国家级裁判员杨秀娟，鞭策裁判是国家级裁判员王鹏、白桃，裁判长是国家级裁判员韩佩玲。接下来我宣布女子58公斤级的比赛现在开始。红方运动员铁亚平来自青海民族大学，她的技术动作是各种抱腿摔，他的教练员是著名的中式摔跤教练员张永清。蓝方运动员王月林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跳漂亮。红方一分半开始，左对右的交界，双方运动员穿裆靠。蓝方运动员使了一下穿裆靠，非常快。蓝方一分，得了一分。半开始，红方运动员铁亚平，2014年到2016年全国中式摔跤俱乐部锦标赛都获得了第一，而且在2015年少数民族运动会上也取得了博克的第三名的好成绩。王月林在近几年的比赛使用崴茶崴将对方摔下擂台了，这得分了。蓝方红方两分，红方得两分。蓝方在近年的比赛中也多次取得前三名的好成绩。红方，我们双方的运动员啊，在这个擂台上都在紧张的角逐着，都想把对方摔倒。漂亮，这下是抠着后气的一下，严格的讲叫倒倒的动作，就跟倒那口袋似的。漂亮，漂亮，这同样防不胜防，防不胜防。同样的手法，也是抠着后气使了一下崴的动作，一半还一半啊！你使什么，我使什么，抱腿、抱单腿、抱起来了，很轻松啊，好像蓝方没有防备似的。红方两分。其实我们看女子的比赛呢，第一回合大家都会看到精彩啊，好，非常的漂亮，体力也够。第二回合和第三回合究竟啊谁能更胜一筹，我们拭目以待。那欢迎大家使用法治娱新闻客户端在线观看我们的比赛直播，积极的参与直播间互动。
您就有机会获得近期交谈英雄榜比赛现场的观看门票及其他精美的礼品。目前有机会获得交谈英雄榜现场门票的方式啊，第一，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第二，通过兑换中心进行积分换购。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哎，我们的红方选手和蓝方选手紧紧地抓着对方啊，想试探一下对方接下来要做什么啊，有什么技巧性的动作。失误了，刚才第一下好像就是穿裆靠成功了，这次又是穿裆靠，对方有防备。一分，而且刚才我感觉胳膊上面没有用到力量啊，对，好像缺了一把手。争夺的非常激烈。红方一分，备开始。红方得一分。蓝方运动员抱着单腿，红方运动员就是不把那腿搁到他的两腿之间去。哎呀，可惜啊，对方在抱腿的时候头低得太低了。红方运动员借用他头低太低，往下使劲的拉了一下，得了一分。我们现在看到台上的我们的选手，明显我们的体力啊，跟刚开始第一轮的时候没法比了。对，啊，状态也没有第一回合的那种状态了。两个人在第一回合用的力度太大了，对，争夺的太激烈了，所以消耗体力也比较大。没错。蓝方一分，备开始。目前我们场上的得分啊，红方以11-4倒胳膊领先蓝方。倒胳膊一下转移，上蓝方的后背后边去，得了一分，把对方压倒了，得了一分。双方运动员是左对右的交界，所以在敌手上好像没有什么争夺。蓝方运动员，哎呀，同时下擂。刚才蓝方运动员想使抱胳膊揣。红方一分，备开始。哎，还是刚才在我们下擂之前，我们的蓝方运动员先在擂台上触地了哈。好。现在是我们第二回合刚刚结束啊，稍后我们还有第三个回合。那新会文法治与新闻客户端的大转盘抽奖活动还在持续的进行中，现在通过客户端的兑换中心使用会文币进行抽奖，就会有机会赢取交谈英雄榜的现场门票，著名画家韩燕磊先生的最新画作娱乐，吉祥葫芦普洱茶，以及不同数额的会文币等超值大奖，机会难得，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回合的比赛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女子58公斤级的比赛，
第三回合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就要看我们两位选手的体力还保留有多少。跳！红方运动员反攻，一分，得了一分。备，开始。跳！这个速度非常快，爆发力非常好。备，得两分。这是查胳膊一下崴。刚才的动作非常快，抱腿跳，哎，红方两分，红方运动员把蓝方运动员抱起来了，轻轻地放在地下，也是为了保护对手。跳，蓝方一分，哎，蓝方，我们目前场上的得分，警告一次。开始，我们目前场上的得分啊，红方领先蓝方十分啊，17-7，挤没有成功，蓝方运动员反过来使抠腿，跳，漂亮，蓝方运动员这一轮伤中失禁了啊，对，红方一分，备，开始。红方运动员死死地抱住漂亮对方的腿，将对方抠起来了。红方两分，得两分。开始，跳。哎，这下很简单啊，轻松，对，非常轻松。裁判一说开始，他就已经去，对，开始，赶快的过去就使动作了。红方的运动员没有来得及。是的，我们的比赛呢还有短短的40秒啊，还有40秒的时间。我们希望擂台上的选手加油啊，把自己最好的那种状态拿出来。漂亮！红方运动员把蓝方运动员抱起往后摔。红方一分，得一分。蓝方两分，备，开始，跳。本场比赛结束了，红方运动员铁亚平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祝贺铁亚平。